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我们的美好一天啊，即将从我们的游泳开始。阿彪又可以游泳了。那边浅一点，那边浅一点，中间深。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，在这里山清水秀的啊，并且这个水又不凉啊，太阳晒过以后啊，这个水它不深，然后水还是有点像带温的那种。待会儿我鞋脱了。哎，你可来了。啊，我靠。哎，在这儿呢！来，走。来了一个网友，看我们视频啊，知道我们在安徽，所以私信联系了一下，把地址发给这位老哥了。应该我要把车挪一下。啊。道应该是过得了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直着道就行。往里搂一点，往里搂一点，里边搂一点，哎，搂一点，搂，再搂一点，搂搂搂，没事，好，关了，这边这个七八十公分，好，回轮，回轮，直接倒吧，直接倒就行了。好，直接到，直接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一个台阶，一个台阶，直接到，哎，好嘞，到，没事，往外打一点啊。你要政策你不能违法，你国家一个政策，你不能违法的，按规矩办，但是那青海的护网就是太过于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是吧？我们那个营地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我们来的这位网友啊，谢哥啊，他们两夫妻开的这个车啊，大家看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就是以前七哥开的那一台沙漠黄皮卡啊，你说颜色不一样，他们是选的这个白色的。这越野性能挺好，四驱。九嫂又在给我们做好吃的，今天又用上柴火灶了啊！下了肉丸。肉丸啊？添点柴火。添点柴火啊？这你不用添啊？我你不用添，添了。怎么了？你拍吧。这火还不能太大是吧？太大就容易黑锅。你看。这玩意儿紧着天，紧着天，这玩意儿你知道咋的吗？嗯，就是几块，完了紧着天它不黑锅，天多了黑就熏。火太大的话就熏锅了。熏锅了，嗯，但是火硬。这个灶啊，我们一路走过来啊，还是顶了好多用哦。在新疆没有气的时候，也是用这个柴火烧。你看加了几块柴火进去以后，这火啊旺得很。作为后备储备在这儿可以，对，有时候气不够的时候啊就用柴火，因为像在这些地方的话怎么样也能捡到一些柴啊，这些是有的是，很方便的。阿彪这会儿给它拴起来了，这会儿没有什么太阳了，再下河的话这天就开始冷了。阿彪。拴在这儿，拴在这儿就不开心了。刚刚放开它玩的时候太开心了，跟我下河游泳。你太壮实了，你看你那些脚多大，脚屎多大。
屁股，不要。哎呀，这鸭子香啊！他这个做的时候啊，这里边都还有那个灌进去的，像那个鸭冻一样，那个像那个卤水，现在成了冻了，香。表，嘿嘿，咦，你看这什么？小尾巴摇的，嗯，放这儿来吧，来，哎，树叶掉进去了，嗯，喝吧，喝吧，嗯，怎么了？今天还没有胃口？嗯，喝吧，嗯。不想喝啊？啊，我拿走喽。啊，来喝吧。哎呀，还得要哄啊啊！好不好喝啊？你这姿势也不对呀、啊，嗯，太会享受了。